哎，是那个人吗？那儿那儿。天哪，他居然在树上！他在树上哎。哎呀，哎，你好，是安海路老师好吗？哎，你好。安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安老师好。您在上面弄什么呢？我在做那个监控，监控大象的。对，都监控大象的。艾老师是我们去年北上大象追踪的时候的一个重要人。我们主要是地面的，比如说是无人机他们找不到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地面的去找大象，根据它的脚印留下的粪便，寻找蛛丝马迹，对，判断它的活动的范围。因为我们的任务之一呢，就是想要找一颗跟大象有关的种子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大象。这个没问题，我带你去找。好，这平常就是大象走的路。对呀，大象走的道。现在我们走这边是最安全的，因为是我们在栈道上，比如说野象在下面，我们就能观看。比安全。野象一般会出现在这两边，是不是？对，这边像这些地方都是那个大象踩过来，这棵是大象最喜欢蹭痒的地方。就这个。大象啊，身上皮厚嘛，它就，会有一些细菌呢。它会洗澡，然后用了沙子啊，还有泥土撒在身上，防晒伤，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，防蚊虫叮咬。